好像从九点多的时候就开始拼命像这样那个背诵诗，对啊，从九点就到等来的，不要卡了。大概在12:30左右，突然一声很大的痛，然后就把我们爬上来一看，才知道他的东，就他的那个采光罩被吹走。哦，对啊，啊，结果早上一看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是被吹的倒走。砸到他的水塔，然后他的水塔，他的水管也破损了。来问一下，昨天晚上的风雨是不是真的很大？是蛮大的，所以才会吹成这样子。哦，是啊，有听到声音吗？还是都真的也听不到只有风雨的声音？对，啊，所以是今天早上有人报案的时候说，好像那个什么，那个有点危险，所以请人家来看一下。哦，对，他那个板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，应该是晒衣服的地方吧。都吹歪了，他们在。对。